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早上好。来，我是慧婷，来自我介绍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黄龙德。我叫秦秀秀。OK， 来跟你们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们是在做什么的？炒粿条。在那里炒？在牛伦好世界。好世界。OK， 你们哈、穿了这件裤子哈、有什么效果嘞？来，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可以。我们穿了啊，很好睡，腰也不会痛。是咩？然后之前呢？啊，之前腰痛，不好睡，现在很好睡。安哥，你问我哦，怎么这样好，这样神奇耶？哦，这件裤子是不是？是了，我这么神奇咩？穿了没有穿的时候就痛哦。没有穿的时候又一次很痛。然后穿了过后就不会痛了。啊，不会痛了。然后你可以睡到十点，你不用紧啊，可以穿到可以睡到十点哦，这样够力哦。像安迪，你之前哦是不能够睡的哦。不能了，七点八点就要起身了。腰很痛。腰很痛啊，不能大汗哦。啊，为什么会腰痛？我不知道啊。腰痛几年了？睡觉早上都几年了，很久了咯。然后穿了过后就觉得很好睡啦，是不是？是。哦，还有嘞，还有什么？没有什么了啊。就是还有就是你要精神会比较好啦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睡够了嘛。啊。是不是？星期一好不了喽。星期一。没有做工。因为星期一没有做工，所以就很好哈、哦。啊。所以安哥很好奇哦，他刚才哦，我一来的时候他讲，哎，很好哎，这个裤子真的很好嘞哈、哦。对喽。啊。啊，为什么这么好睡了，菜鸟？我也刚刚，然后没有穿的时候又不好啊，又腰酸背痛了啊，对咯，穿不了就没有穿不了啦，就有腰酸背痛了，腰酸背痛啊，怎么这样哦？哦，这么，所以你要坚持穿嘛，要啦，要穿才有好睡嘛，没有穿就不好睡。然后这件裤子你觉得买有值得吗？可以啦，值得啦，可以，值得吗？值得。值得哦，这样你有什么话对那些哈、还不相信这裤子的人？有一点点话跟他们讲一下嘛。啊，跟谁讲？跟他们、就是、跟他们讲啊。啊，如果好像很多人都讲啊，不认识啊，没有穿过，不相信这裤子啊，哎呀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，什么什么啊，这样子你会讲讲啊？我会告诉他们啊，穿的是很好啊，啊，值得买，有效的，很值得的，值得买哦、啊，值得的。然后找回你自己健康，你自己觉得很值得，是不是？对了，是不是、啊、？OK， 如果你们健康有问题，真的，一件 Aura Pants 哦，真的是可以帮到你们改善你们的健康，所以哦，可以来到这里找安哥还有安迪。无论哪里？无论好世界啊，炒粿条的，安哥是炒粿条的，所以哦，可以顺便来吃他的炒粿条。然后要知道更多的资讯，也可以来找他，然后顺便来吃炒粿条、啊，然后再打电话给我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谢谢安迪和安哥的访问啦、啊，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